作业部分哦，除了把那个前面那个范例哈的 VBA 写完，好，然后第二个的话呢，就是把这个151的截取刮胡中字串这个范例哈的公式哈把它完成之外，那聚集的话哈，这个因为跟前面的那个范例基本上一样哦，有没有？你彩排一下嘛，反正一游标放在 B2 储存格，二快速点一下，有没有？然后向下填满。哎，这样就完成，有吗？一样的动作，三个步骤嘛，哈。啊，清除的话一样，就是游标放在 B2，Ctrl+Shift 向下，然后按 Delete，那把它录两个句型，然后加两个按钮。啊，那个注解的话自己再加上去。这个录制句型跟前面那个范例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个可能要请各位自己再完成的哦。那类似像在云端上面的话，哈，你们可以看到这边一样有那个这个注解，哈，注解的话，我想自己试试看。那另外的话可以哈，就是再把那个 VBA 啦，哦 VBA 部分公式一样把它输出，哦这个部分因为今天时间哦来不及，我们这个部分请各位回去先练习看看。那你们今天的话作业就是把这个前一个练习的 VBA 存档缴交上去，那这个的话就是做到句型的部分就好了。OK 哈，这个地方函数这个做完，然后句型录制自己完成。OK，那 VBA 的话，如果你要先做也 OK 了。那如果你实在做不出来，没关系，下一次我们再来看。OK，好，好，那今天的话，我想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哈。